我们没有什么不用戏也是OK的。忙抽你咯，不是说你们一直在走，然后耗氧，很多，所以还需要。10:56，留在那个桑格里拉的时候才。 没关系，还需要11:11保险。桑格里拉，桑格里拉是为了什么？桑格里拉有很多点的，就不知道你们行程安排了什么。因为它是另外一个，之前不一样。我桑格里拉关了。马上OK的。 Yes, Molly. I'm going to do just come. Yeah, nice. Se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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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ee. 保险点。你都记得定啊？我习惯这个海拔了。我家的海拔高度就差不多3000多，平均3000。我们是跟彝族生活在一起。 所以你们已经习惯了。对，习惯了。你不住在城市里面？对，我家不在城市里面。不在城市里面。但是为了接团方便呢，还是住在城里，不然早上出发太早。我从我家到城里要5个多小时。这么远啊？5个多小时，山路，没有，那个时候没有车，太早。不介意我问你啊，昨天我们不是有一个导游，哇，那个好像很夸张，一个男孩子，他们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他说，导游，我现在也好，帮人家拍照，那个男孩子一直喊喊喊，这样很夸张，也打包，讲都打包都对起。嗯，对，打包。讲，找回讲咱去嘞，你讲你，你不是讲你导游啊？丽江，昨天在那个丽江拍那个轮那个哈，有一个导游好像很夸张。